到了嘛哈，已经到了这个兰州的这个五泉山公园哈，看一下今天能不能在这里找到真爱哈。今天走，上去。你找对象必须要出来，你不出来你不好找。别推销自己、啊。对，你要学会推销自己。在上头，对啊，都一样的嘛。女孩子可以要求，我也可以要求。那假如你找个农民的，你要吧？农民啊，农民我找我还上门吗？农民不找，找要找就找个条件好的。我都已经来这里了，那我还去找个条件差的，没必要嘛。条件差的本来就可以找。对，其实我主要的不是在钱。主要是看女方的态度，他们家的态度，他们家愿意出多少钱来娶我，主要是看态度，钱不重要，我是不看重钱的，但是他们态度必须有。叫你儿子也过来。他要有这个魄力啊，我跟你说，有这个魄力啥都能干成。嗯，真的。啊，打破人的实力也好。敢站出来啊！可以可以可以，好的好的，感谢。人上人，一般的人好把自己放不下。对他们很在乎面子，好多人他在乎面子，很多男孩子他不敢找，他买不起车房，条件不好他就自卑。那你条件不好，你上门啊？啊，对啊，你条件不好，你找个条件好的，是吧？一个道理啊，不能自卑。